在我们自己可以经常看到嘛，你看自来水来的水就是这样混合，所以说在我们这边也不能说啊，喝也不能洗澡，也不能洗衣服，啊，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说真的，你说这个可以喝吗？可以洗吗？可以洗澡吗？对，所以说这个真的我们可以现场去看，确实是现在目前的水是这样的，真的，哦，应该是会生病啊，太浑浊了，太，石灰粉再煮一个锅水后，烧开了以后，全部都是那个石灰粉很厚啊，太厚了，根本就，难怪我们这里很多都很多痛风啊，真的很珍贵。现在煮饭都是用矿泉水煮饭，对，煮了洗澡水更稀好了，因为山上的水。哦，嗯，也是水龙头出来的水洗澡，会不会痒痒的？一定会啊，因为它那个水脏是浊浊的，它不是一般脏那种，脏的话还可以沉淀，啊，它是浊浊的，是很要沉淀很难。好像有点像那个水田那种的那个浊浊那个水那种的，就很难说会整下去哦。那所以说现在看到矿泉水都比金子还贵啊。对呀，啊，要不然的那还好那么多爱心人士帮忙，要不然又买的话，我们不知道也是买了好几万块的水呀，啊。对不对？还好都有爱心人士，从一地震开始都有爱心人士在帮忙。好。